体验自行车带来的乐趣。在周庄的画家村，这些高大的铁家伙沿路排开，造型夸张，创意丰富，不仅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想象空间，还成为周庄旅游的一个亮点。里头的一些这个肌肉和这个骨骼呢，都是用一些汽车的那个配件把它构成的。这种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是一种新鲜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是中国版的变形金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自驾游的方式，在长假期间来趟自由行，而八天的长假则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在重庆，不少汽车租赁公司现在已经是一车难求。现在暗了的，到处租车都租不到了，那个出去耍都找车都不好找了。现在，当地的很多汽车租赁公司都表示，现在租车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而且还要求七天起租。商务车、面包车和自动挡的中高档轿车成为了抢手货。国庆长假期间，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加，甲流防控的压力也会相应的增大。为了做好防控工作，各地制定了详细的预案，准备了充足的防控药品和用具。在安徽淮南的这家超市，工作人员每隔两小时就会对电梯扶手、购物推车等公用物品进行清洗消毒。三台大功率中央空调在每天的营业时间内不间断地保持着卖场内的通风换气。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仅提供家电物品商品，更要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同时，淮南市的主要公共场所还制定了详细的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应急预案，准备了充足的防控药品和用具，并在醒目位置张贴甲流防控知识宣传画。公共场所基本上做到了制度预案完善，公共物品清洗消毒及时，通风设施运转正常，为淮南市两节期间的甲流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西安，各大酒店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加强了甲流的防控工作。如果体温超过37.5度的话，会到这里做一个复诊。如果体温的话异常，我们就给他佩戴口罩，然后呢，请他进这个休息室。在严把入门关的同时，各大酒店制定详细的预防甲型 H1N1 流感应急预案，还设专人对客房、餐饮区、公共区域等做全方位的消毒，并保持室内通风，为旅客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宿环境。广西卫生部门在全力做好医学防控的同时，也提醒市民在假期出行时注意个人防控。专家建议，如果有发热等流感症状的朋友，请尽量不要外出，在家休息是对自己、对别人最好的选择。如果要外出，最好选择阳光之旅，比如到户外阳光空气都比较好的地方，尽量不要到网吧、游戏机室等人流密集、通风不好的地方活动。新中国60周年国庆盛典让各族群众倍感振奋，欢欣鼓舞，大家发自内心的喝彩，深情的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和礼赞。在长春一汽集团。